各位善知识，妙法莲华经现在讲性洁品呢，是说明中根灵洁的一种比方，是表示它性洁经过的这个实际情形。那么现在是讲到这个比喻当中啊，就是正立比呀、它的科判是正立比有四段，第一父子相视比，这个讲过了，第二父子相见比，是比方这个穷子与他的父已经相见的时候的情况。那么这里有两端，第一是子见父，子见父上次讲过了，经文就是到诸事念已，即走而去，这就是子见父。经文在第113页，从后边算来第三行，现在接下去啊，就是讲父见子啊。那么实际上啊，长者父见到儿子，儿子穷子见到父，时间是同时的，但是语不顿章，不可能把这个话呀同一个时间整个一下子表达出来，所以前文呢先说明子见父的情况，子见父就是表示根基，受度的众生的根基啊，先扣于佛的能感，而在前面的方便品跟比喻品当中啊，是说父先见子，就是大慈悲父的佛先以悲心怜悯众生啊，而先去见众生的根基，那么这里四大弟子代表中根灵解之后，他就是表示说父固然是以大慈悲来爱护弟子们，那么弟子们应当也得先去由这个善根呢、扣佛的这个悲心，所以说子见父，实际上两方面都是同时的。接下去讲的是父见子，经文十父长者以狮子座见子便是心大欢喜，即作思念，我财物库藏今有所负，我常思念此子，无有见之，而夫次来审视我冤，我虽年朽犹故贪惜。这一段就是父见子，那个时候大父长者坐在狮子座上，就是停留在一个城里呀，还是继续做他度化众生的事业，以世间的行商来做比方，那么这个长者父坐在狮子座上，这是说明如来的法身呢安居在第一义空的五位之境，所以叫做坐在狮子座，坐在座上来见众生的根基，来咒机照众生的根基啊，而来摄化他，所以叫做长者父坐狮子座。那么他坐在正中啊，对着正门往外看去，一眼就看到这个穷子回来了，他的儿子流失了50几年了，突然之间这个时候出现在他的眼前了，
啊，他一看就认识，所以经文说见子便是。他一眼看到他的儿子站在前面，然后走到他的门边，这个经过的情况他一看到啊，他就认识了。这就说明佛在久远界前呢，与这些弟子们种下大善善根啊，过去所结的缘呢，现在成熟了，所以来到这个华严会上啊，那么就能够见到了，所以一见就认识。既然看到他的穷子流浪回来了，心大欢喜呀、当然内心就很欢喜了。看到穷子五十几年流浪在外边，现在回来了，见到当然是欢喜。这就说明佛恒常啊照众生的根基，看到这个众生根基将成熟了，在这个化度因缘里呀，四十九年说法，他们必定能够由小而大入实的度，所以见到就欢喜。既然欢喜，心里就这样想了，即作是念，念心里在哪里想，长者父心里这样想，这个穷子已经回来了，那我的所有的财宝、物品、家产、仓库里面的好多好多的金银宝物，今有所付了。那么这个穷子既然回来了，那我的家业、我的财产就可以交给他了，可以付传给他了。这就说明，佛看到这些受度的众生啊，大圣根基即将成熟了，所以啊必定能够受化，所以就欢喜，心里想这一次的应机说法必定能够啊使这些弟子们呢、得到这个断惑证真以后啊，能够会三归一啊。我常思念此子啊，佛无时不在爱护众生，时时观念啊，念念不忘众生啊，所以佛是常念一切众生啊，也就是好像这个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里面所说的啊，这个母是常念子的，所以长者父也就念念不忘于儿子，比方佛常念于一切众生。那么看到这些给他种下善根而又退失的这些弟子们，那么时时想办法要接引他。那么现在既然有这个因缘啊，那么他们回来了，当然心里就高兴了。他过去常常思念这些应当受度的弟子，可是无由见之。无由见之就说明那个时候啊，过去多劫以来他的大圣善根还没成熟，大根没有成熟，想度也没有办法使他成就，所以无由见之，见不到。今天而复次来，忽然之间出现了，这个穷子啊，忽然之间出现在长者面前，当然就是很高兴了，神是我焉。还是乎于我的心愿啊，那么就是说我的家产、我的家业有所付托了。那么这就说明释迦牟尼佛这一生示现在人间呢，所度化的因缘可以达成他的目的了。我虽年朽，有故贪惜。在比方上说，穷子既然流浪五十几年，那么这个长者父必定是年纪大了，假定说相差二十岁来说嘛，那么这个长者父也七十几岁，将到八十了，年朽了，朽啊就是老迈，那长者毕竟是已经很老了，虽然年纪很老了，但是他念念不忘啊，还是贪爱。爱惜他的这个穷子，流浪他方，
那么今天既然出现了，他心里高兴啊，啊，能够附托他了啊。那么这就说明释迦牟尼佛应是说法四十几年来啊，那么要会三皈依说法华经的因缘已经到了。如果这些根基没成熟的话，这个法会就没有办法成就啊。现在已经成熟了啊，那么小根得度之后啊，现在大根已经发了，所以到了法华会上啊，他们必定可以得度的。可是现在讲的是刚见的时候，是指的这个华严会上的情形啊。那么但是他在比方里啊，说我现在年修，就是比方他以后说法四十几年啊，因为这个比方是说在法华会上，不是在华严会上，所以呀、啊、在那个时候他就想到四十几年的说法，最后啊他们必定能够会三皈依而入十得度。所以张哲富在那个时候看到有故贪爱穷子啊，希望能够接引他回来啊、使他能够接他的家业。上面就是父子相见比，接下去的经文呢是引自下第三段，追幼比。长者看到穷子是认识的，可是穷子看到长者父是不认识的，纵然见面而不相识。既然不相识啊，那么长者父看到儿子回来又跑了，着急呀、啊、这个时候看到啊，不能让他再跑掉，再跑掉就没有机会了，是赶快要把他抓回来啊、所以第三有这个追幼比啊、长者派人去追穷子回来，追不回来啊、追回来他不能接受，那么要引诱他回来，所以叫做追幼比。这里有两段，第一，前旁人追；第二，前二人诱，是先追后诱啊，就是看到了赶快把他抓回来哦，这看到儿子回来了高兴啊，可是突然之间看到他要走了，要走这个时候不能让他走啊，一着急赶快把他抓回来，所以就是追啊。那么经文，即遣旁人即追将返，而使死者急走往坐，穷子惊愕，嗔怨大患，我不相反，何为见作？下文就是追的情况，文字很长啊，我们边念边讲啊、长者坐在法座上啊，往外看到儿子回来啊、心里正在高兴的时候，突然之间发现他往外走了，前面不是说他是急走而去吗？发现这个地方或者是国王或者是国王同类的地方吧，我怎么可以待在这里啊？如果给他发现了，他硬是抓我要替他做苦工而没有钱拿，那不就糟了吗？所以他一害怕之下赶快往外跑。穷子往外跑的时候，长者一看，哎，糟了，他怎么跑了？不能让他跑，把他抓回来。即遣旁人呢、啊，急追将返，即随时看到穷子啊，我逃走啊，赶快把他抓回来。旁人，身旁的人，身边的人啊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曰智说，智为能权，教为所权，权是实力呢。有佛的智慧啊，实智啊，就是佛所亲证的无私智，亲证的根本智啊，能权令说教啊，来教化众生。那么教法啊，教典教法就是所遣的啊，所派的实力呢。所以说从佛出十二部经，那么经教就是所遣，这是一种说法。
越忍说王能使令神酌去办事啊，这就是神酌来比方旁人呢啊。佛在华严会上都派令大菩萨们啊说这个大法啊，所以华严会上佛加倍法会菩萨说十珠，加倍功德林菩萨说十行，加倍金刚床菩萨说十回向，加倍金刚藏菩萨说十地，还有前后的文殊普贤诸大菩萨在华严会上的说教，那都是佛所前的旁人啊。那么这是越忍说佛在华严会上使令这些大菩萨直说大法啊，把佛所亲证的境界啊用借这个菩萨的因缘把它透露出来说出来，所以叫做即遣旁人。这是越忍说佛为能权，诸大菩萨为所遣，遣令他直说大教。直说圆顿大教不转弯，所以叫做脊椎将凡啊，脊椎就是表现直说大法啊，在华严会上顿说圆顿大教啊，直说啊，要他马上接受这个大法，所以叫做脊椎啊。将凡是说明他过去种了这个大圣善根，应当成熟了，可以使他得度，所以硬是要他接受这个大法。而使死者即走王座，既然是长者父派遣旁人去抓这个穷子回来，那个时候受死的人啊，约制派教，那么就是说法利益他们啊，越人派令就是佛使令那些大菩萨直说大教啊，那么直说大法大圣教典呢，直明显露的妙法之一，不转弯啊，所以叫做急走往抓啊，抓就是要他马上接受这个大法啊。那么这个就是说明在华严会上佛使令那些大菩萨们说大法，要那些小圣根基啊马上接受啊，就是表现这个意思。穷子惊愕嗔怨大犯啊，那么既然派令旁人来抓这个穷子回来呀，这穷子他莫名其妙的被抓了，害怕了，惊丢惊了，哦，吃了一惊丢一惊，愕然了，哎，莫名其妙的，你怎么抓我啊？我没有犯法呀，我没有得罪你呀，你为什么抓我啊？所以愕然受惊，所以就是穷子惊愕。不但是内心愕然受惊啊，同时嘴巴有这个发出这个害怕的声音来啊，嗔言大唤，哎呦，完蛋哦，完蛋哦，你来抓我啊。所以说还一直在喊，大声喊，你抓我做什么啊？你两万我撞死喊喂啊，一直在喊，陈言大犯啊，喊什么呢？我不相犯了，何为见抓？我没有得罪你呀，我没有伤害到你呀，我没有妨碍到你呀，那你为什么抓我啊？啊，你俩啊是不撞死我呀？哦，那么这个就是显示他这个穷子惊患的情况。嗯，可是这个受死的人呢，他不管这一套，嗯，反正是主人派我来抓你回来嘛，我可不管这一套，好像警察啊，受到命令呢去抓这个通缉犯，不管你说什么道理没有用，反正我就照抓，嗯，因为你是要受抓的这个对象。那么我是接受人家的派令而来的，那么非抓不可，你跟我说理没用啊，抓回去再说吧
所以死者只字欲滴啊，强前强前将完，他越说是这个你抓我做什么啊，他越说他越抓，抓得越紧，抓得越紧啊，硬是把他拉回去，强前将反呢，就是硬是把他拉回来，拉回到长者的面前啊，那真是要怕死了，假戏哦，好可怕的情况。这是比方，它的内涵的意思，穷子比方小圣根性啊，小圣根性在大这个大圣的境界里呀，它是莫名其妙的，在华严会上，他听到那些大法呀，与他没关系的，他也忘掉他从前所发的这个大心，现在只是求自己解脱。突然之间听到这个大圣的教典呢，违背他的心愿呢，所以害怕了，所以就惊，他不了解这个死者对他说的这些话抓他的用意，所以他惊愕啊。那么他不了解大法呀，所以就愕然了，小圣他以烦恼为冤家，视三界如牢狱，看众生如冤家，这是声闻根性的人呐，他的看法，他看到这个烦恼啊，就是他的冤家，他有断烦恼，不能保留烦恼的，他甚是是看到这个生死轮回的苦痛啊，他是觉得最可怕的，所以看三界好像是监牢一样，如牢狱，好像地狱一样，很怕他的，赶快要脱离。可是大乘佛法里面不是这样说的，大乘佛法里面呢说烦恼即菩提，那么你怕生死吗？生死即涅槃，他听到这个烦恼即菩提呀，他就大喊冤枉啊！烦恼是我的冤家，为什么就菩提了呢？怎么菩起来了？所以他就大喊完恩啊！这个不行，我不能接受假完恩啊！大喊冤枉。他听到这个生死即涅槃啊？什么生死是涅槃？生死就是生死嘛，六道轮回生死是最苦痛的事情，这大患真苦痛啊，这个太苦了，这个太痛了，这个怎么能够接受啊？你怎么叫我说是生死就是涅槃啊？以声闻人的看法说，烦恼就是烦恼，不能即菩提，生死就是生死，不能即涅槃。那么大乘佛法里面硬是说烦恼就是菩提，生死就是涅槃，那么他又怕死了，他怎么吃得消啊？所以他就大喊说，我不相犯，何为见状？这个意思就是说，我不甘求大圣，我并不求大圣，那我既然不求大圣，你为什么要用大圣法来灌我呢？为什么要用大圣法来硬是要我接受呢？我不能接受啊！这就表示了小根呐，在华严会上不能接受大法的情况。死者只字欲滴，强迁降凡，这说明在华严会上啊，那些大菩萨们说十住，说十行，说十回向，说十地，乃至说所有的佛的境界，不管你接受不接受，我就是直说，管你受不受啊，反正我就照说，照说不误啊。所以强迁降凡啊，你接受我也说，不接受我也说，不管你接受不接受，反正我就照说。所以强迁将凡，于是穷子啊，自念无罪而被修直，此必定死，转更黄布梦结彼地。这是说明这个穷子被抓的害怕的情况啊，在当时穷子心里他莫名其妙的被抓啊，受不了啊。所以那个时候，于是穷子心里想，我没罪呀，我并没有犯罪呀，他以为那个法座上他的父亲，他看作国王啊，
他以为国王叫人来抓他回来啊，他心里想，我没犯罪嘛，啊，我既然没犯罪，为什么你要囚禁我，要抓我呢？啊，他心里想，糟了，这一次没有命了，死必定死，被抓回去呀，必定要杀头了，恐怕要脑袋搬家，啊，他想必定会死，转更惶怖啊，越想越怕了，哪羞哪惊了，哦，越想就越怕，怕到什么程度呢？休克，休克啊！梦杰比的呀，就是休克啊啊，晕过去了啊，完全不知道人了、啊。梦就是心里呀 解不开啊，害怕的就是这个一时间呢、啊，休克在地面上，杰比的跌倒在地上啊。这个旁人把他拉回来，他一害怕，休克在长者面前的这个大这个地面上。他这个意思是说，虫子心里想，啊，小圣根性的人心里想，我并不想度众生啊，我并不发大心啊，啊，他说没有罪啊，就是说我并不发慈悲心，我不想度众生。你要我做的，叫我去地狱度众生，这个我办不到的，我不想去的。我看三界如牢狱啊，我要离开啊，你为什么硬是要拉我来呢？啊，这小根人没有大慈悲，所以自念无罪。他心里想，我没有大慈悲啊，我不想度众生啊，所以叫做无罪。无罪就显示他没有大慈悲心，不做度众生想，而被羞耻。囚禁执在这个三界里面，硬是要他做这个事，做啊度众生的事啊，这就是要他入生死而度化众生，他不想啊，那么等于是被囚禁的情况一样，硬是要他发大心做度众生事业，好像被囚禁，他不愿意啊，他心里想，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我的生死不能了了啊，我自己的生死不能了，所以叫做我必定死。啊，死必定会死，必定死就说明小根人，你硬是要他做度众生事业，啊，那么他要他入生死的凡境中度众生，啊，他觉得自己生死不能了，必定会完了，就没有希望了，生死不能了了，啊，所以越想越可怕，啊，那么就想到自己的见思惑没有办法断除啊，越想越可怕，啊，所以就梦觉比的呀，啊，就是休克了。那么小智不解大教，所以叫做梦杰，啊，他对大乘教法他不能接受啊，就是前面所讲的这个劝门与戒门的啊两种方法，想要戒引他，可是他不能接受。那么这个时候，长者父坐在法座上，看到这种情景啊，哎，你眼睛闭起来想想，想想哦。想想这个长者父坐在法座上，自己认识这个穷子是他的亲生儿子，可是这个亲生儿子不认识他，叫人硬是把他抓回来的时候，他晕倒在前面，这个情况，你想这个长者父怎么办了？怎么办了？啊，如果真的这个儿子死掉了，不就完了吗？目的不能达到，不但是度不成啊，反而度死了，这个问题更大了。所以父遥见之而与死言，不须此人，勿强将来啊，这长者父就说出这个话来。那么长者父遥见就是还没有到他面前了，看到这个情况了，在门外就已经晕倒了啊，地门卡靠都瓦豆啊，哦加戏啊，看到这种情况，长者父啊遥远看到啊，觉得不对了，啊、这样硬抓不行啊，啊，那么就随时跟死者说，哎，那个人我不要了，哎，不许此人，我不要了。长者叫旁人把他拉回来，也没有跟他说是他的儿子啊，就是随时出口，哎，抓回来，抓回来，啊，那么抓的人也莫名其妙的就去抓了，也不晓得为什么要抓他。抓的人莫名其妙的，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抓他的，所以这个时候啊，看到这种情景啊，长者父就对这个旁边去抓他的人说：“哎，不许此人呐、啊，这两万唔买呀，啊、
那么既然不要怎么办呢？勿强将来，你不要勉强把它拉回来吧，啊，你不要勉强啊，唔当边用硬硬拖啦，硬拖拖死去点都了去。所以说你不要勉强的把它拉回来，不要拉啊。但是他现在已经休克了，怎么办呢？万一断了气了，那么糟了吗？好的，有王医师在这里啊，赶快把他救他。嗯，有什么办法呢？以冷水洒面啊，令得醒悟啊。这个时候休克办法最好的就是什么呢？冷水呀、啊、泼冷水啊，看到他休克在那个地方啊，你赶快用冷水呀、啊、往头上一泼啊，洒他的脸啊，用冷水从面上把它洒下去，喷冷水，他突然之间就会惊醒过来呀、啊，啊，使令他得到醒悟。那么醒悟之后啊，他已经醒过来了，休克醒过来了，冷水一喷就醒过来。冷水很好用哎，很好用哎。假如你休克了，赶快叫人把这个冷水一泼，马上醒过来。从前日正时代啊，那日本人是真是好残忍呐、啊！他抓到台湾人犯罪啊，抓到啊，就是硬是把他打得半死。打死了，就是用冷水一泼，他又活过来了。嗯，凡是打的他休克死掉了，他又一泼又活过来了。只要没有断气啊、嗯，他就可以再活。嗯，这个情况啊，我虽然没有亲眼看到，但是听到很多。听到很多，尤其在第二次大战呢、啊，啊，就是在民国嘛，就是32、33年到34年，日本要投降之前那一段时间最多了，是什么呢？那个时候是佩吉米呀、啊，米叫佩吉呗。哦，那么如果你有偷藏着米呀、啊，被发现了，那就打死，真有打死。最残忍的，我听到有一桩啊，是非常可怕。有一个人他藏了一些米呀、啊、被发现了啊、那把这个人抓到、警察局去啊，用两块木板呢、啊、让他躺在这个木板上，上面再用一个木板把他压下去，人在上面就硬打，你看这个还有命吗？啊，很快就死了。嗯，可是他用冷水一泼又活过来了，这样子打了好几次。嗯，所以这个人休克用冷水一泼，他又火了。听说地狱里面也是这样啊，地狱里面啊，啊，火烧死了，冷水一泼，他又活过来了，这可怕的情况。那么这个时候，既然这个穷子休克了，那么长者很有智慧呀、啊，就赶快叫王医师把冷水把他泼下去，哎，把他救活了，那么冷水一泼，哎。令得醒悟，使令这个穷子醒过来了，休克醒过来了，他心脏又在跳了，又爬起来了啊、不过他没有受打呀，他身体很健康啊，都没有问题啊，就是他假戏娘了啊、害怕啊、因为害怕到严重啊，发生这种情况，他的身体很健康，不像被日本人打的那种情况。那么这个时候啊，长者还交代，哎，醒过来不要跟他讲话呀，啊，你一跟他讲话他又害怕了，又再死了，那怎么办啊？啊，所以当时就交代这个拉他回来的人，你不要跟他讲话啊，泼他醒过来就好了，你不要跟他讲话，莫乎于鱼啊，麦改公威啊。为什么叫他不要跟他讲话呢？所以叫这个旁人不要跟这个穷子讲话的原因在哪里？父知其子啊，志亦下列，自知好归，为之所难呐、啊。而张哲父知道这个实际情况，他知道他的儿子这个穷子啊，离开50几年了，完全不认识他了。他的志亦下列，他的志向，他的意愿很下列。什么叫做下列啊？不求大法，只求治疗。不求大法，只求治疗的这种志向太下了啊，不高而下了，太劣而不有了啊，太卑劣，太下等。所以呀、啊，
他这个治下只求治疗，他的意志不高，不发心度人，那么因此他自己觉得张哲夫自己很豪贵，豪华而富贵，那么从此看到这种情况啊，为之所难啊，他觉得很为难啊，他不认识他的长者父是这么豪贵的情况啊。我们普通一般凡夫，你跟他说你有佛心啊，你将来要成佛呀，他莫名其妙的，我是个人呐，为什么成佛呀？你叫我到大殿上给人家拜呀，我才不想嘞。所以一般人他不懂这个佛法的道理，你跟他说，哎，你有佛性哎，你将来要成佛呀，有的人他不了解这个意思，他以为成佛就死掉了啊，你岂不活死你？闹了这个笑话，你叫他成佛，他莫名其妙就叫他觉悟啊。他说你要叫他死了，发生害怕的情况，这是情况是相同的。所以张哲看到这个穷子这种情况啊，知道是为难了，穷子为难了，也不能明说，是我的儿子，也不能明说我是他的父亲，他不能这样做啊。所以一方面自己觉得为难，一方面也实质为难，那么因此啊就不表现意见啊，就跟他说明啊，你不要拦他，也不要跟他说话，醒过来呀，让他自由离开就好了。神之是子，而以方便不与他云，云是我子。他审时认真的看，看他的身体状况，听他说话，看他的样子，长者父看得清清楚楚，这是我的儿子没有错，虽然知道了，但不能跟人讲，而以方便呢，不与他人。所以不跟别人说这是我的儿子，所以说不与他人云是我子，不跟别人说这是长者父的亲生儿子，说出来在当时的情况啊，大家都会不大相信的，我看不会有人相信的。长者父已经把这个穷子离开五十几年了，他身边的人根本不知道他有这么一个儿子，那么今天张哲夫这么豪贵，而这个穷子这么穷穷的这个样子，您说这个儿子这个穷人就是他的儿子，谁会相信啊？不会有人相信的。所以在那个时候当时是不能说的，无论如何不能说，说出来也不会有人接受，不会有人相信。所以而已方便不与他人，云就讲了，我不跟人讲说这是我的儿子，他不说这个话，那么不说这个话就是放他回去了，让他走掉吧，死者与之，我今放炉，随意所去，这个旁人呢是就是死者，就是跟这个穷子说，既然醒过来了，休克冷水一泼醒过来了，就跟他说，那你自由走吧。随意所去啊，我现在放你了，不会抓你了啊，不抓你了，那你要到什么地方去随你吧，去就是要走的地方，去的地方啊，你喜欢到什么地方去您就到什么地方去啊，随你的意思，这个没有关系啊，我不会管你。穷子欢喜呀，到未曾有，从地而起，往至贫里以求衣食啊，这个放他当然他高兴啊，这穷子好高兴，很欢喜，得未曾有，好像得到不曾得过的那种的啊好东西一样，那么欢喜啊。那么他既然跌倒在地休克了，现在醒过来就从地上爬起来，从地而起啊，跌倒的时候也是在地面上跌下去的，现在也就从地面上爬起来，爬起来做什么呀？往之贫里呀，他求做工啊，只求一些苦工来做，换些饭吃啊，这就行了，求衣求食，有衣服穿，有饭好吃，这目的就达到了啊。所以他没有再差望的强求，所以他对于这个长者父的那种豪贵的地方啊，他不能习惯，他不能接受，
所以他爬起来呀、啊，赶快走到那个穷人的啊离林那个地方去啊，来做苦工啊，求衣求食了。这是比方。声闻人在华严会上，那些大法，不见不闻，有眼不闻圆有眼不见色声声，有耳不闻圆顿叫，纵然有耳朵，可是声闻人在华严会上啊，对那个圆顿叫法呀，是完全没听到，没听到。这个实际情况啊，可以去看《华严经》的入法界品，因为华严八十华严三十九品当中啊，前面三十八品就第三十八的历时间品，以前就是八十华严的第五十九卷以前呢、啊，完全没有声闻，里面没有声闻的都是菩萨，所以为四十一位法身大士说大法。里面没有声闻，一直到了第三十九品入法界品，就是四十华严的这个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，那是在舍卫国给固独元说的，那个时候有声闻了，有舍利弗、目犍连等声闻了。那么在四十华严的第二卷的中间，详细叙述那些声闻人呢、啊，在华严会上不见不闻的情况，说得非常非常的详细，在八十华严的入法界品啊，就是第六十卷，第六十到第六十一，那么里面有详细叙述啊，这个声闻人在华严会上不见不闻的情况，那么他这段文的用意啊，就是说明声闻人在华严会上啊，纵然听到那些大菩萨说大法，完全不见不闻，那么在当时舍卫国给固度元呢、啊，以这个大乘根性的境界来看呢，就是一个华藏世界，清净庄严。可是声闻人呢、啊，看到就是世间的普通房子，只看到佛的这个老比丘像。看这个丈六金身的老比丘像的应身佛，他没有看到报身佛的千丈卢身卢身，所以有眼不见色卢身，既然不见呢，也就没有办法赞叹，所以有耳也就不闻圆顿叫，所以如聋子一样，跟哑巴一样，他看不到报身佛的庄严，也就没有力量赞叹，也不晓得赞叹，所以就是好像哑巴。那么因此啊，他只能到贫里呀、啊、去求衣食了，往至贫里以求衣食，这说明啊，声闻人只能在三界内求断见思惑，来修四谛法，知苦断集目灭修道，来求一求十，一比方助道，十比方正道。声闻人修三资量四加行，这是他的正道，三十七道品帮助他的修法成就，那是助道。一十就是助道与正道，因为一个人呢，饮食最重要的，天天要吃饭，如果多了几天没吃饭的话，就会饿死啊。所以吃饭比穿衣要紧，衣只要不动啊，不受冻就可以。所以衣比较容易，这比方做住行、住道啊，食比作正行、正道啊。声闻人修三资量四加行。修四谛法，知苦断集目灭修道，那就是正修正道，好像求实，一就是三十七道品帮助他，使他这个三资量四加行能够修成就，而到见道，到修道，而到无学道。
所以他知道这个平离呀，就声闻的境界离。平离就比方这个声闻的境界啊，那么来求一求十啊，在这个声闻的范围里面呢，来求断见思惑，所谓全修戒定慧，熄灭贪嗔痴啊，把贪嗔痴的见思烦恼熄灭掉了啊，能够证到偏真涅盘的圣道，能证偏真涅盘的圣道，这就行了，他的目的就达到了。那么上面呢，就是比方啊，在释迦牟尼佛出现世间成佛以后啊，啊，在菩提树下先说华严，所谓三七日中说华严，三七日中说华严呢，那么那个时候完全是说大法，顿说大教啊，把佛所亲证的境界呀、啊，一时就顿说，把它完全表现出来。所以华严经说佛的境界啊，所以古人说不读华严经不知佛境界，假如你不读诵华严经的话，那么佛的境界生的什么样子，那你完全没有办法了解。所以读过华严之后啊，才能了解佛的境界啊，所以要读华严经才知道佛的境界，读华严经心量才会广大，只看到那个离世间华藏世界品，华藏世界品的那个二十重华藏世界无穷无尽啊，遍满十方啊，那你的心量就会扩大到近十方遍法界无穷无尽。所以心量小的人更需要读华严经，心量才会广大。那么上面就是灵姐她在这个华严会上经过的情况啊，那么这都是一种比方，不会跟事实完全相同啊。那么这个领会华严时的意义已经说过了，再往下呀就是说阿含了，就比方领会阿含的境界啊，小伙。